《倩女幽魂》的奶奶，是姥姥。哦，是姥姥。但是，Jack会因为一出电影吓成这样子，还痛苦那么久啊？幸好沈大有坚持让 Jack 去做催眠治疗，不然 Jack 可能一辈子都走不出姥姥的阴影了。原来 Jack 小时候是个胆小鬼，都多久以前的电影？ 还被吓了这么多年，听说姥姥可怕舌头，我要听你的脸，我要吃你的筋啊！不要不要，我好害怕！姥姥的舌头这么灵活，灵活的舌头才能拉鸡。哎呦，你们两个一定没看过这电影吧？要不要看一下？很恐怖哦。看就看了，对啊，互怕互啊。 连你们都怕成这样了，现在可以知道才国小的 Jack 为什么会怕到留下阴影了吧？我今天不敢一个人睡了啦。我没起睡客厅。姥姥的舌头。嘿，杰毅。嗨 ，Jack。 上次还没跟你说谢谢，谢谢你。 你是说催眠治疗师啊？哎，那没什么啦，你 OK 吗？超级 OK 的。哎，我跟你说，我在网络上买了一个东西，你一定会喜欢。什么东西？嘿嘿，《黑白龙狼传》啊！那一套布袋戏我也很喜欢哎，但一直都没有找到。厉害吧？ 不然下一次我想要看布袋戏的时候，我再跟你说，你再过来看。真的可以吗？哎，永俊，学长，林杰毅，还剩5分钟就要巡房会诊了，还是这边闲聊？哎，等一下啦，我跟 Jack 还没聊完呢。你在哪个网站吗？哪那么多话可以闲聊啊？快啦！好了，没关系，你们先忙。那今天晚上我家集合。来我家好了，我家比较舒服，我准备零食。好啊，那先去忙吧。 拜拜，走啦，快啊！哎呦，你不用拉我啦，自己会走。我如果不提醒你时间，你应该还会在这边卿卿我我，十八相送吧？刘婉拒，够了，你奇怪哎！我奇怪，哎，一个女孩子约男生晚上去你家，你才奇怪吧？而且你不是不喜欢人家去你住的地方吗？你是脑袋感染邪恶病毒吗？ 第一，我不是一个人住啊，时间也在啊。第二，我也没有不准你来啊。你跟大元两个人来我家，那压榨我卡赶快，一天到晚不请自来，我都没说什么了。拜托，女生要矜持一点，矜持。我跟 Jack 只是布袋戏同好，这跟矜持有什么关系？我怕你太龟毛 ，Jack 会踩到你地雷。 Jack 才不像你那么白目啦，不是很敢，走了啦。 金医师，我算不算是高龄产妇？李太太，所谓高龄产妇指的是34岁以上妇女，你才31岁，不用担心。那我是不是不孕？我可以做人工受孕吗？我看一下哈，可以哦。你的输卵管摄影显示你的输卵管并没有问题，今天的阴道超音波也显示你的卵巢非常正常。 那我们就以10天为一个疗程，帮你安排打排卵针吧。那太好了。对了，你一定要放轻松，别给自己太大压力，因为宝宝最喜欢没有压力的妈妈了。谢谢医师。大元，麻烦你代理太太去生殖中心吧。好。待会那里的护理师啊，会跟你讲解排卵针的一些细节，如果有任何问题，你都可以发问。好，谢谢。不客气，麻烦过来。
哇，当女人真的好伟大哦！为了要当妈妈，吃再多的苦都不怕哎。是啊，现代女性真的非常辛苦，尤其是职业妇女，很多人常常因为工作压力大，随着年纪的增长，有一些情况也会常发生，像是胎儿异常、自然流产、生产后的并发症等等。所以说，女生如果想要生小孩，千万不能拖。生殖中心啊，那间就是了。谢谢你。不会。学长，怎么会睡在这啊？你们这么累？哎呦，越操越操，操到我腿都软了。就我怎么执行 Baby B 计划？我现在根本就 D 计划 ，DIED。干嘛？学长，你昨天晚上不是没有班吗？为什么不回家睡？要睡这啊？我不要回家，我宁愿在医院照顾人命，我也不要回家告诉人命。杨泉有困难，我去帮他。怎么我口臭啊，学长？他拎着奶嘞，搞出人命，不回家？为什么不回家？就不会搞出人命？啊！我知道了。一定是因为昨天开刀的病人，所以学长要24小时待在医院待命。学长这种医者仁心的态度，真是太令我佩服了。学长，没事吧？没事没事。我才进梦里一下，没事，这么夸张？没事，收掉哦。那我去忙喽。好嘞。郑大医师啊，哇，你黑眼圈这么深，你昨天没有睡好啊？你这个样子啊，要不要找个人跟你换班啊？对啊，总医师，你看起来真的很累哎，嘴唇都发白了，你要不要干脆请假回家休息好了？不要回家，回家更累，我去值班室眯一下就好。喂，老婆大人。没问题，我都安排好了。我是猪八戒的话，那你就是盘丝洞的蜘蛛精。嘿嘿，猪八戒呢，马上拿着爪耙子回去教训蜘蛛精啊！那蜘蛛精要赶快洗香香哦，马上回去给你教训教训教训。房间呢，好，拜拜，爱你哦，么么么么。谁能救救我？这个做男人呐，是应该要懂得做人的道理啊。哎呦。阿长，你有没有什么提振精神、强健体魄、提升战斗力的方法？再这样被他扯下去，我马上就会精尽人亡了。你们家那个又在吹啦？对啊，他说这个礼拜 timing 最好，可是我这个礼拜每天都在值班，又不能请假，只好常常让他独守空闺。那你加油了啊！生孩子这件事情呢，我真帮不了什么忙啊，我只能给你精神上面的支持，加油。对啊，总医师，你一定要加油哦 ，fighting！ 好，我要去值班室眯一下，除了有天大的事情，都不要来吵我。OK， 拜拜。总医师，拜拜。阿长，我看总医师这样真的好辛苦，好可怜哦。他都已经这么努力了，为什么连一点消息都没有啊？我们医疗人员这个行业啊，工时长，工作压力又大，陪另一半的时间本来就很少了。这些外在因素啊，都容易导致不孕。讲起来啊，这也算是一种另类的职业伤害吧，哈。那我们。会不会也这样？终于可以吃饭喽！
谁啊？是正太学长啊。学长他最近真的很累，白天要上班，晚上还要轮第二班。听说他的老婆，好像叫做玉玲姐，对不对？嗯。他好像很积极的想要生小孩。玉玲姐的年纪，再不生小孩的话，就要变成高龄产妇了。她当然会挤压。早上我看到那位病患李太太，就觉得女人为了要求子，好辛苦。不止女人辛苦啊，你们看，男人也很辛苦哎。而且正太学长，他这么早结婚，进度算快了吧？也是，谁说一定要生小孩的？每个人人生计划不一样啊。如果我们要生小孩，也不用那么早结婚吧？陈正太，你有没有看到陈正太吗？陈正太，哦，你给我起来！哎呦，谁呀？我总医师，你还敢？你怎么会跑来了呢？我们不是说中午约在外面吗？老婆，你是不是等不及啊？这么晚了，你们几个？我刚刚不是说中午要叫我起床吗？你们怎么没有叫我呢？老婆，对不起，我不会有下次了。没有下次了。我要你现在就执行 B 计划。现在不行啦，我再一个小时要上刀哎。对你来讲，一个小时已经很多了。你记错了，我上次是两个小时以上哦。啊，不管啦，我觉得这里不错，不然你们三个先出去，我们很快就好。什么？什么？这里不行啊！有什么关系？我都不在乎啊，你在乎啊？为了 B 计划，我什么都可以忍耐。走。哎，你们要不要去 motel 会比较好啊？不行，这样来回会浪费30分钟哎。可是这边的隔音很差哎。隔音很差。在医院不太好吗？医院不好。而且要不要找个隐秘性高一点的地方？对，我们找隐。大人，你家借我，又隐秘又在附近，赶快借我舅舅。我家。怎么不回你们家？我家现在他爸妈在，不方便了。钥匙拿来，快点快点，希望不会亏待你。可是不要可是了，哎，谢谢谢谢你哦。哎，我拿外套，我拿外套。哎呦啊，我的脚我的脚啊，我的脚，谢啦，谢谢。哎，快点快点，老爸，快等我。要是被永俊发现，我们家变成学长爱的小屋，那就惨了。哎，你们千万不要跟永俊说。我征服了啊！快点征服我吧，老婆。老婆，没这么容易。想换我征服你？老婆大人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你有没有哪里摔伤？屁股还是手脚？我帮你冰敷还是帮你按摩？不要，都不要了，没有时间，只剩40分钟了，赶快直接执行 B 计划。B 计划。老爷，你要善待人家哦。只要你乖乖的，我一定好好善待你的。接电话，接电话。嗯，不要接。不管你是谁，现在没人在家，40分钟之内不要打来。这样就不会有人吵我们了。镜子，宝宝，你看我今天是谁？叮叮。你的衣服。你乖乖了。什么？你们有人在家吧？上次说的水管漏水，现在要不要换？没有人不用换。啊，老婆，老婆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要干嘛？等一下。等我1分钟，我照相很煞风景，我去厕所，马上。现在一分钟，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哦，马上就好好了哦。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你这个小淘气！哎呀！
老婆，怎么了吗？我准备好了，这样多久？陈真泰，我真被气死了，时间都过了啦。谢谢，让我睡一下。哎，学长，你还好吗？哦，你们夫妻俩是刚打完仗啊？哦，你不懂，执行 B 计划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，不只需要天时地利人和，还需要强壮的心脏、高超的应变技巧，还有勇健的体魄，不是一般人可以办得到。像我，我这种顶尖的男子汉才办得到。哎呀，不要讲这个，到底是打阵了没啦？对啊，学长，你真的一个小时就成功了？嗯，当然，我陈真泰什么时候让大家失望过了？分秒必争，使命必达，再困难的任务交到我身上，都可以攻无不克，战无不胜。啊，对了，今天有谁可以帮我值晚班？学长，你是要第二回合哦？才刚出完任务，晚上又要执勤了。哎，这是铁打的身体也撑不住啊！啊，指挥官有交代，原本例行性的一天一次的炮战，现在改为一天两次。所以，大元，学长，我了解。OK。非常时期需要非常努力，学长不会亏待你。大元，谢谢你，不好意思，看。哦，谢喽，我去上刀了。哎呦喂，哎，对，哎，宋太，这是你家的房卡，把你家弄得有一点点，是一点点乱。你也知道时间来不及，像我们两个热情如火，所以，谢喽，哎，拜拜。哎，学长，你的毛？哦，不是，这是你的毛。上刀了，哎，拜拜，哎，谢了大人，加油！哇，到底是有多乱啊？不行，绝对不能让永俊发现。啊，糟糕，我刚刚答应帮学长值班了啦，怎么办呢？学长，今天晚上可以跟我换班吗？拜托你，我今天晚上有急事，我请你吃明天的早餐、午餐、晚餐，好不好？你干嘛？没干嘛啊。今天怎么那么早就下班了？你要去哪？回家，累都累死了，不让他了。哎，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！为什么不行？我们工作这么累，下班后当然有一些休闲娱乐嘛。嗯，你可以去看个电影嘛。嗯，昨天看过了。喂，那不然可以去健身房锻炼一下啊。健身，在家里练就好了。那不然你可以吃个宵夜嘛。我看你最近好像变瘦了，要多吃一点，不然 IG 上的粉丝都快认不得你了。嗯，宋大元，你怪怪的。不过谢啦，谢谢你提醒我要去买一个很重要的东西。走了。哦，好。慢慢走，走慢一点哈，不用那么早回家啦。啊，千万不能让永俊发现。哇，
这是战场吧？学长平常看起来不怎么样，没想到破坏指数爆表哎！我看这 B 计划，该不会就是超人对上神力女超人吧？哇，神力女超人，你实在是太辣了！我决定要用我的气功击败你，鬼波气功！哎，你那是超级赛亚人，你又不是孙悟空，你看看你帅气的内裤外穿，今天扮演的是超人呢。再给我一次机会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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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！啊，神力女超人，我终于找到你了！让我们为我们的正义联盟多加几个小小的胜利值吧！嘿，哈，来吧！当当当！我已经发出镭射光！看我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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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别走啊！没有，我用我手被你遮住了。别。乖乖，我会负责的。谢谢夫人。夫人，您这是在干什么呢？我在用地心引力帮助我们小超人们可以早日游到目的地。夫人，您这又是在干什么呢？我在左右翻滚啊，帮助他们可以活动的宽广一点，这样可以赶快安全的找到舒适的地方扎营，平安长大。妈妈在等你们，加油加油，快游！你也要加油。我刚刚已经加完了。当当，老公，你等一下赶快把这些吃完，吃完之后我们再继续拯救世界。啊，还拯救啊？当然要拯救世界啊！拯救世界是第一要务。叮。